进入八月，气候炎热异常，时而烈日当空，时而阴云密布，闷热难当。徒步方队指挥部几乎每天都要组织合练，伴随雄壮的军乐，一个个整齐的排练从主席台前走过，各方队的领导和教练员都聚集在主席台上观看，相互比较，挑剔毛病。这是又一次例行的合练，阅兵场上却突然出现了异常。只见两个方队同时踏上了正步行进线，开始并驾齐驱。通过主席台是96米的阅兵正步前进，两个方队的704人脚下踏出了同一个声音。但是96米过后，两个方队谁都没有停下来的意思，704人的铿锵脚步依然保持在同一个节奏上，一场较量就这样开始。从不同的着装可以分辨出，他们一个是海军陆战队方队，一个是特种兵方队，一边是水中蛟龙，一边是陆地猛虎，两者互不相让，在阅兵训练场上一决高下，准备用正步长距离的 PK 来显示谁才是真正的特种部队。周围的方队停下自己的训练，开始为这场别开生面的 PK 加油打劲。我们这个方队的训练场啊，离我们这个特种兵方队的老大哥比较近，再加上我们两个方队啊，这个性质有一些接近，都是特种兵，所以在训练面前呢，两个方队经常会较较劲、较较板，看看谁的作风硬，看看谁的素质好。我感觉啊，这反映了不仅是我们干部有这种相互学习、相互竞争的精神，而且我们所有的队员都是这一个愿望。我感觉作为人民军队来讲，就是应该有一个一往无前的精神，它可以压倒一切敌人，压倒一切困难，压倒一切对手，这样才能塑造我们英勇善战的作风。其实在阅兵村的训练场上，类似这样的竞争无处不在，每个方队都在比作风、比队列、比形象。在这种相互的比较竞争中，比出的是成绩，比出的是士气，比出的更是军威。在阅兵村，每一支部队都拥有光荣历史，每一个方队都是军兵种的杰出代表。要想在这强手如林的军阵中凸显出自己的特色，实属不易。对于现代高技术战争中的突击力量特种作战部队来说，海军陆战队是水中蛟龙，而特种作战大队则是一柄锋刃毕露的斩首钢刀。海乱这个部队呢，不管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他说执行和训练内容都仅仅围绕自己的使命任务来进行的。我们有一个称号呢，就是陆地猛虎、海上蛟龙、空中雄鹰。我们这个最显著的特点和其他的作战特种部队不一样，我们中国的特种部队由组建到现在已经经历了20多年的时间，已经成为我们人民解放军当中一支拳头尖刀部队，他所承担的任务是特种作战，应付突发事变，反恐维稳，能够进行短处突击，打赢局部战争。特种兵方队，陆战队方队，这里，这里。一个是陆地猛虎，一个是水中蛟龙。这两支充满英雄豪气的部队汇聚到了阅兵村。俗话说，一山不容二虎，
不知从何时起，两支方队已经开始暗暗较劲儿，不仅仅是拼队列，还拼气势。七一前夕，为了准备参加阅兵联合指挥部组织的歌咏比赛，各个方队都利用晚上时间在操场上进行练习。在阅兵村，歌咏比赛不是单纯比谁唱得好听，更主要是看谁唱得更有气势。这世界虽有难，我也有花香，我的明天也会浪漫的和你一样。结合此次阅兵的任务，各方队都把部队歌曲融进了训练之中，怎样在行进中编队，而且把歌唱好，就成了各个方队竞争的拿手绝活。海军陆战队方队的歌声自惊涛拍岸，气势十足，很快引来了在附近训练的特种兵方队的鼓掌。然而，这一看似寻常的举动，很快就演变成一场拉歌比赛的前奏。是人民解放军各部队流行的一种最为文明的叫阵，拉歌不仅能在内部营造出同心同德、共御外敌的氛围，加强部队的凝聚力，它同时也能激发出部队之间的竞争意识，挑战与应战，高低上下，往往就在拉歌中分出了胜负。于是，拉歌最终体现的是一支部队的战斗精神以及作风和士气。将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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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备，撤！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将军，我们是烈火的烈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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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这两支部队啊，这个边走边唱，唱唱走到了两个不到两米，同时停了下来，啊，大家开始对唱，啊，越唱越响亮，啊，我们看了以后也感到由衷的高兴，我们部队就应该像小老虎，啊，有一样有这种虎劲儿。唱完了以后，扭头继续拉开，又唱了一遍，全体三支箭，预备。看到海军陆战队从容应战，特种兵大队也大大方方亮出了自己的拿手绝活，他们的歌声也同样得到了海军陆战队的热烈鼓掌。当我们最后啊比试这个唱歌完了以后，俩支部队互相欢呼啊，都成了我非常亲密战友。现在我们这俩支部队啊，从队的领导到战友啊，真像亲兄弟一样。前后前后对照，在阅兵村，各方队领导和教练班子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他们的气质往往直接决定了所在方队的精神面貌。
现在走进我们镜头的这位军官举止儒雅，一身合体的数码迷彩服透出干练和利落。也许没有人想到他会是一名出没于野战丛林的特种兵，而且是一支享誉全军的特种作战部队的最高指挥员。尽快的找准备，整个方队很快的形成整体是有一定的好处的啊。勇士上岸训练开始。对于某部特种作战大队大队长金明和他率领的特种兵方队来说，他们将在这次国庆阅兵中第一次向世人揭开神秘的面纱。虽然部队是第一次参加阅兵，但金明却非常坚信他的方队一定能走出自己特有的风采。特种兵呢，有一种不畏艰难、不畏困苦的这么一种精神，所以说呢，在训练当中呢，自觉地加大训练量，一般呢，就是第一个带到训练场的是特种兵方队，最后一个，回到休息区的也是特种兵方队。在参加阅兵的不畏方队中，特种兵方队队员的身高并不是最齐整的，但却都是有着陆上兵王称谓的军中高手。因为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特种兵，首先必须经过模组训练和近似实战的特殊考验。在某特种作战部队的训练场，我们领略了这支神兵劲旅的训练强度。面对数十米高的峭岩绝壁，刚刚入伍的士兵凭借一根绳索，不到十秒钟就能徒手攀岩登顶。好好，不错。在无尽的原始森林中，这支部队的新兵不带任何食物，能够在野外生存一个星期，同时还要应付各种袭击与意外。只有完成了全部科目的士兵，才能作为预选对象进入魔鬼式训练的下一个考核。这样的考核完全是模拟实战的，在机枪的扫射下，在贴近身旁的炮弹爆炸声中，队员们不仅要接受各种障碍的挑战，还得有足够的心理准备来对付老队员独出心裁的特殊考验。只要见识过特种作战部队训练的人们，都会相信这是一些无所不能的军人。然而在阅兵村的训练场上，特种兵方队还是遭遇了预料之外的挑战。这些陆上兵王们无奈地发现，他们所擅长的军事技能在这里却失去了用武之地。特种兵的强项呢，是主要集中在特种作战的专业技能上，所以说呢，我们对这个正部的训练呢，一年的训练也不如仪仗队一天的训练量大。进了村子以后呢，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我们的成绩并不是特别理想，这样战士也非常着急，我们心里边也非常着急。特种兵不仅军事技能过人，更有着极强的责任心和荣誉感。在他们心目中，作为一支现代战争中快速反应的突击力量，不仅要在战场上做到来之能战、战之能胜，在完成国庆阅兵这样的光荣使命中，也要做到不折不扣地完成任务，以整齐划一的方队接受祖国和人民的检阅。面对阅兵村里的新挑战，特种兵方队给每个人提出了新要求。特种兵要求能力全面，现在增加一个内涵，走正步、踢好腿，也是能力全面的具体表现。特种部队组成特种兵方队，第一次通过天安门广场，我感觉这个不单纯是组建一个特种兵方队啊，通过天安门广场的问题，更主要的是反映了我们一个新型的兵种经过20多年的建设已经成熟，反映了我们人民解放军走精兵之路的发展壮大的历史。就这样，在长达几个月的阅兵训练中，
人们总是可以看到特种兵与晨曦为伍，与星辰作伴。中午静静的阅兵村中，烈日无法投射他们的身影，只听见这些陆地兵王们低落的汗珠。我们把训练场当战场，把阅兵场也当战场。无论是在战场上还是在阅兵场上，我们都要有一样的表现，都应该是值得信赖的一支突击力量，放到哪儿都应该是响当当的。其实对于这位特种兵方队的指挥员来说，参加国庆阅兵还深藏着他自己一段悠远的情感。我父亲呢是戍边40年的老军人，他所在的部队呢从1949年呢到1955年，红马连和白马连一共参加了6次首都国庆阅兵。当时呢红马连和白马连所属的这个部队呢当时叫快速纵队，而我现在所带的这支部队呢也是快速反应部队，但是呢几十年间呢是一个天上地下的变化。闪电闪电注意，开国大典上曾经纵横驰骋的快速纵队骑兵虽然消失了，但父辈的旗帜仍在今天的威武军阵中飘扬。作为一名当今国军快速反应部队的指挥员，今年亲身经历了特种作战大队从组建到成长发展的全过程，因而他对这支拳头部队在国庆阅兵式上的第一次亮相也有属于他自己的那份情感。北京的八月已是骄阳似火的季节，身穿新式海洋迷彩服的海军陆战队队员在滚滚热浪中脚步翻飞，尽管汗水迷住了眼睛，浸透了迷彩服，但是他们的脚步却落地有声。而在此时，万里之外的南海某岛礁硝烟弥漫，水陆坦克两栖突击车在海面上轰鸣，冲锋舟如离弦之箭载着陆战队员冲向岸滩，对敌人发起狂风骤雨般的袭击。这就是海军陆战队，他们无论是在险恶的响滩登陆场，还是在艰苦的阅兵训练场，都时刻发挥着海军陆战队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团队精神。在此之前，当海军陆战队某旅担任国庆阅兵任务的消息传来，官兵们为之振奋。作为一支特种作战部队，他们能否在阅兵场上同样显出神威呢？几个月后，全军徒步方队教练员集训在北京如期进行，海军陆战队方队的22名教练员却在这次集训中集体翻船。结业考核中，他们的总评成绩排在14个徒步方队的最后一名。在我们海军陆战队，没有失败这两个字，所以我们决定要打一场翻身仗，采取这个白加黑的方式，白天练队员，晚上练教员，提高我们的教学水平和组训能力。海军陆战队常年在战术背景下执行训练任务，实战化训练是其基本要求，但是在演习场上养成的战术素养，拿到队列训练场上就遇到了新问题，队列动作与战术动作有着完全不同的要求。咱们进了阅兵村以后，我们方队的训练水平就属于中下水平，在教练员队伍身上呢，我们就费了很大的心思，白天要让他们组织部队的训练，晚上再组织教练员组织教学，这实实在在的说，我们进去就叫拼。一个是反常的角度，啊，反常的角度，咱们停下了45度，啊，60度。担任海军陆战队方队长的是海军陆战队某旅副旅长赵振峰，他曾经担任过享誉海军的猛虎连连长。此次由他领衔出征，不仅因为他参加过1999年国庆50周年的大阅兵，经验丰富，而且在于他带兵的风格恰如他的外号，有着猛虎一样的作风。是最关键的一个旗，旗和台面的词是最关键的。
通过这个兽跃训练也要反映出海军陆战队的战斗作风出来。这个苦来说呢，这个累啊，对于战士来说，海军陆战队他一点都不怕。这种战斗作风怎么体现呢？就是力与美的结合。这个力通过什么体现呢？就是上要挺得起来啊，感觉这个人很有精神，很有杀气啊，很有自信心。下面腿着点力，俯俯生威，这整个方队走过来有个势如破竹的感觉。阅兵训练中，单兵动作是正步前进的基础。在基础训练的五个月时间里，队员从早上4:30开始到晚上10:00结束，每天训练都在10个小时以上。如此大的训练量，赵振峰每天都坚持和队员们一起上下训练场，无论早晚他都亲自在训练场上抓落实。腿儿啊，注意把那个腿儿都把握上，有点抬大腿了，这样容易造成你膝盖受伤。阅兵训练非常的辛苦，我们的队员吃苦精神都非常的强。我们每天要行进在30,000步以上，达25公里之多，其中正步要达到8公里之多。尽管阅兵训练强度很大，但对于海军陆战队员们来说，这些都算不了什么，因为他们每年的海上训练和野外生存训练比起阅兵训练的强度要高出许多。经过这样炼狱般磨砺的海军陆战队队员，再大的苦也能吃得起。通过我们前期的被动感到特别累，到中间我们去不耻下问，去寻求好的训练方法，加强我们自己教练的队伍的这个训练培养啊，经过一段时间的拼搏，形成了目前我们方队的训练成绩。9月，当我们再一次在阅兵训练场上看到海军陆战队方队和特种兵方队时，他们比起刚刚进驻阅兵村，已经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由阅兵指挥部担心的特殊方队，一跃进入了各方队的前列。特种作战部队是人民解放军近年来重点建设、重点发展的一个机构。海军陆战队、陆军特种兵作为现代战争中快速反应的拳头和尖刀，正结合各自兵种特点和未来战争的需要，朝着更高的目标全速推进。他们常年在远离首都的海疆丛林中厉兵秣马，整戈待旦。如今在国庆阅兵的训练场上，他们以过硬的队列、顽强的精神，再次证明了自己存在的价值。这就是中国陆军特种兵与海军陆战队，无论在阅兵场还是在未来战场，他们都是祖国和人民信赖的一支突击力量。